今天我们一起过元旦，看把你们都高兴的。今天吼出了这么多，肯定高兴了吗？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霞姐，又到了一年的元旦节了。今天和家里人吃个买了些吃的，高高兴兴的过个元旦节。你们俩后辈叽叽咕咕干啥了？他倒是这个元旦他不想跟咱们过，要跟人家婆姨过个了。走，看跟人家过个。今天天气特别的好，咱们放外面坐啊。啊，那行。嫂子，咱拌凉菜，蓉蓉做猪肉，羊肉我给咱做，娇娇打下手，那行。开始放火。哦。羊肉做上比较慢，是提前剁好的。先做羊肉，凉水下锅，先过水，水开浮沫，打了下调料，红葱、生姜、干辣椒，剁羊肉两半。盖锅盖，让炖着。猪肉都备好了吗，蓉蓉？备好了。那给咱炒个。啊。蓉蓉，你也会切炒肥肉了？你豆瓣会了。要给咱炒的香馅的啊。水平是可高着了，就看肉和好了。肉高着了。倒点老抽，哎，你看你们两个三四年了，来对象领不回来呀，快拿过，赶紧拿过，快。哎呀，你还会撒娇了，你明明有个这么本事的，你不该不是这么单身狗吗？还有你这个单身狗，拿过，我忙着了啊，走呀。嫂子，凉菜好了呀。好嘞。哎，好了，咱们就能收拾的吃了。蓉蓉，快给咱摘菜。啊。胖霞、胖蓉，犯事了吗？哎呀，你是不是抢时间去了？抢的对，主要是。赶紧收拾吃饭。好。今天元旦了，我们兄弟姐妹们又聚在一起了，准备了这么一桌子菜。好嘞，开车。来，苗苗。啊，姐。好，谢谢。你就是个偏心眼，你咋不给我要一碗了？你看你吃的人给我要的。哎呀，今天羊肉我做可香了。海豆儿，哦，尝尝我做的猪肉。啊，我看说猪肉没有羊肉香，我就吃点羊肉。你要是有羊肉了，这猪肉不香了。二四了。兄弟姊妹们啊，2023年就过个了啊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1号了，元旦了，来咱们干杯啊！元旦快乐！元旦快乐！吹，哪位？哎呀。哎呦，好冰啊！哎呦，好亮呀！真的好亮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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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唱歌了？走一个，走。唱来，预备，走。好春光不如梦里长，梦里青草香。啊，都会唱的。谁把梦想带身上？吹吃鸡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祝所有的朋友们元旦快乐，拜拜。